吃我一颗手雷。安全了，他们还没有离开，随时注意上空的侦察机。收到。
陈队，我们穿过了客栈，接下来该往哪里？向前200米有一座饭庄，朝那里出去，你会看到一条河流，对岸有一条通往目标区域最近的道路。
图雅，卫星突然监测不到你的坐标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一片很高的芦苇地里。芦苇地的前方应该有座风雨桥，如果你能看到风雨桥，说明路线没问题。